本人诚意志，天下大治之治。熟食银两，熟练珠算，熟悉生意，有点本事啊！只要给机会，就能鲤跃龙门。哎，还不给老子干活去？是大哥。龙门钱庄啊，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简直了！你对资本缺乏认识，开除处理。我要见你们真正的老板。放！你对经济感兴趣啊？想赚钱不行吗？我得让他对我有兴趣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沪上风云际会，白手起家，各显神通，能者比比皆是。我在银钱两业追求的是互利双赢。你比那会儿我见到你的时候气派多了。你是只黑猫，分明在夜幕里才会自由自在，尊享荣耀，却设想着日出那一抹晨昏。相比夜幕，我更喜欢光明。他才是真正的凶手，见他公平，拿出勇气，大干一场。我想和你建立一家这样的。